以近一点，可以火爆一点，可以靠近一点。旋转木马。虽说艾莉全胜未达先金，兔子又调皮，馆长笑回皮在羊。我最喜欢用实力教训皮。艾莉遇到我是一个败笔，遇到我让你沉入海底。送给旋场一个旋转木马，旋转木马，旋转木马。网红森生 and 小哥哥艾莉先前在走中奖种下心结，参战全胜之后，6月13号双方在记者会上再度碰头。可以近一点，可以火爆一点，可以靠近一点。旋转木马。小哥哥艾莉近期爆料，森生在妈妈坐牢期间没探视过，最基本的孝顺都不会。森生，你从头到尾到底在哭什么？会追我家的，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孙生因此罕见泪崩，坦言要不是费用到位，不然根本不想接这个活动。有点太超过了。我不会觉得太超过啊，因为我就是会这么做、啊。就是如果你们有看我的限动，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攻击他的家人，我只是针对这件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没有，你说我不孝顺啊？对啊，还是给你孝顺好了，我妈给你好了。啊、可以啊。哦，不爽他就不爽他，我也没有在作秀，在这中间我也没有跟他联络，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到其实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是真的有病。这次花多久的时间做训？哇，几乎是每一天呢 ，every day every night， 八点到十点或者八点到十一点，超12小时。啊，不是啊，晚上啦，晚上啦，有哎，你看这手就是好不了，这个地方有个肿起来，就是要怎么献给你看？你看。出来了！你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台湾英雄陈志翰先生馆长晾在旁边二三十分钟呢？啊，对不起，啊，亚洲馆长，对不起。我看他就是孙子跟爷爷在撒娇，他现在可能皮有点痒。那个影片都在网络上面，好不好？那影片都在，我们一起来综合格斗一下，然后我们练习就好。我会保护他的安全，爷爷只会疼孙子。人家说打是情，骂是爱，我好好爱一下。馆长。陈志翰爷爷，对不起。至于馆长砸了千万开设的便当店，还没正式营运就被催收入便当220元，故意丧丧，而且顾客等了4小时才拿到便当。馆长说啊，现在一天赔10000，30平店租30万，未来正式开店加上人事费，每月最少烧掉60万。我现在店都还没开了，你开都还没开，老实说我要关你，你还没开你就还没开你就关啦、啊。莫名其妙，我就还没开，你是你，你知道你现在要请服务业，他整个薪水你真的要管，不然大家不来上班了。给点时间啦，我们慢慢弄这样子。嗨，大家好，我是吴宗宪，是哪个？我是徐乃麟，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我是蔡康永。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S， 我们是号角响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伦。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李家阿伯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哇，好快哦！生日快乐！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